今天呢，我们来分享这首经典中的经典《追梦人》。这首歌前奏的部分呢，非常有代表性，有表现力。我编排的简单、好听、还原度还高，非常适合初学者，并且呢，它是 G 调编排，非常适合每一个人的嗓音啊，都可以去唱。大家注意看我的左手手指的安排，还有击勾弦、滑弦的技巧，该如何去表现，慢动作呈现给大家。好，首先呢，变到夹，夹到二品呢，比较符合我的嗓音。看一下我的左手的手指的安排。对，非常好听的一小段小前奏啊。这首歌呢，我们右手采用什么呢？采用这种跟三二三一三二三。对，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对，好听。屏幕当中呢还有一个 BM 和弦，不会的话可以用 B7 来代替啊，简化的一个 B7 和弦，非常简单。食指摁住五弦二品，中指摁住三弦二品，无名指摁住一弦二品，我们右手就拨根三二三一三二三，非常简单，完全可以代替大横摁。我带着好听的前奏呢，给大家完整的唱一遍这首歌。好，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一本每一首歌呢都带好听前奏并且好弹好学吉他谱的同学呢，可以点击下方精简谱集，里边有上百首经典老歌。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轻盈